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击碎日本人的阴谋。什么办法？天津百货兽品所跟北平百货兽品分所决裂。是我的请求。天津百货兽品所、北平百货兽品分所，好比是我的手心手背，懂吗？我为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让他们俩分家，那不是打我的脸吗？ 宋叔叔，您别急听我说，这个只是应付日本人的对策。说白了就是做给日本人看的。私底下，我们北平百货兽品分所还是属于天津百货兽品所的。而且，这也是唯一能够保全我们北平百货兽品分所不出售日货的经营原则的唯一出路。请您相信我，等这段风声过了，我们北平百货兽品分所一定会回归到天津百货兽品所旗下的。 是啊，叔叔，求您就答应这个方案吧。现在我有这样，才能保住您的信誉，保住商号的信誉。老爷，通知几个董事，就说我已经做出决定，从今天起，天津百货兽品所和北平分所彻底决裂，啊，不给他供货，让北平所自行经营。 通知天津几家报馆，让他们报道吧。卖报嘞！卖报纸！来，报纸。卖报！卖报！哎，怎么了？你看这写的，这个信到底译成大汉奸了？是吗？真给我们天津丢脸！ 汉奸，听完了，长官，天津百货总所和北平分所决裂了。我刚刚看到。长官，这个结果不在您的预料之中吧？是啊。 的确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小野君啊，不过北平分所被除名，这说明我的经济战略是对的，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啊。可惜宋泽九这个长期和我们大日本抗衡的老狐狸，使了一招弃子术。 保全了他自己。看来赵运达想独善其身，已经是不可能了。对，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完蛋，要么屈服于我，听我的指挥。我要利用他的商号，使我们整个大日本的货物占领整个北平，然后再向华北扩展。小野君啊！ 我要是跟赵云达合作，你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这个方小姐了。怎么？我现在还不知道方小姐对这一次决裂是什么样的态度，但据我所知，她和她的义父宋泽九感情非常之深。是吗？这个信息很重要啊。 那他们的决裂，是宋泽九另有意图，还是这个赵云达有什么问题呀？好。
想通过陷害北平分所来牵制天津百货收品所，从而实施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扛得了吗？还好我扛得住，但是压力都压在赵云达身上了。赵云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还有爱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一直都在抵制日货，这次北平军力就是他想出来的主意。那这样，你仔细观察他一段时间，如果觉得可以，可以尝试着发展成自己人。嗯，好的。那我现在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组织上把你暗藏在这儿，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你只为北京人头盖骨负责，一旦找到头盖骨，得是由你来负责辨认他的真假，确保真的头盖骨不被流失。好的。我叫这人呢，人呢？胡大山太狡猾了，他们藏在深山密林里，还不停地换兵换处处，我确实难查。那你就不能狡猾一点？你这长得是脑袋吗？我真的很努力在查了，我一刻都没闲着呀，太君。你知道吗？其他宪兵队是怎么笑话我的？啊？他说我的宪兵队，我的管辖区，是华北地区最安定的辖区，他们眼睛瞎了吗？胡大山不出，梁乡怎么可能成为安定的辖区？是是，太君您说的对。胡大山手上一定有那半个情报，我要你去给我查。我不听你讲过程，我要结果。没有结果，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结果？中村太君，如果我查到线索，不管是什么人，您都允许我抓捕审讯吗？我怕你没有这样的线索。会有的，我保证会有的。我正按我的计划在查这条线索。那你在这废什么话？去给我查！嘿。少佐，您消消气吧。你知道吗？白天这个老混蛋一直想看我的笑话。您不是经常说吗？官大一家死人，咱们忍忍吧。我是不想自寻其辱。不会的，您别生气了。我给你弄了一个中国书。喂，这是一本好书啊，很好。师长，师长，兄弟，我第一步的是胡大山呀，兄弟，快点！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医药东他们又在抓人了。红梅，胡爷他们是不是很久没来听戏了？有一阵子了。方小姐，你看这几天生意那么差，今天一个人都没有，这以后生意怎么办呀？没生意好啊，这不正好证明咱们中国老百姓还是很爱国的吗？韵达，你还真乐观，再这样下去咱们真得关门大吉了。关着门好啊，关着门我们就回家结婚生孩子去。韵达怎么说话呢？人家还小。
你们几个休息会儿吧，我出去转转去。阿宝，之前一直让你打听的头盖骨的事情怎么样了？还没呢。老五，你呢？哎，大哥，现在黑道上关于头盖骨的消息啊，都是假的。咱们人多力量大，反正咱们天天在这待着也没什么事儿，还不如我们自己去找呢。啊？我问你了吗？你瞪我干什么呀？当我没说。不是，妹子，我想想，其实你说的也有道理。咱们在这憋了那么久了，也难受。兄弟们，收拾收拾，进城。真的？好，好，嘿嘿，走。进城吃冰糖葫芦去。赶紧紧闭！这不是我朝思暮想的小翠凤。小翠凤，大哥，你想他想疯了吧？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哎呀妈呀，真不经念叨，还真是他！哎呦，大哥，你这矜持点。哎，小翠凤，你怎么来了？我来这是想告诉你，聂小东和中村在粮仓设了埋伏，想要抓你们呢。啊？埋伏我？我这好端端的，抓我干嘛？他们可能以为你们手上有另外半个情报。什么情报？你还记得上次小校场的事情吗？啊？那次我去，其实是想跟他们交换另外半个真的情报。哦，头盖骨的情报对吧？我怕你们不知道情况，去我那儿听书，再中了埋伏，所以过来告诉你们一声。小翠凤，你是担心我是吧？你真好。小翠凤哥，哎，那信都带到了，我就先回去了。哎，不不，大老远的过来，到我们产房先坐一下，喝杯茶吧。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去来了，上那玩会儿去。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大古书院还有事情呢，我先回去了。小翠凤，你，哎呀，哥，你说这翠凤姐是不是喜欢你啊？看出来了吧？我是看出来了，你脸皮真厚。死丫头，揍你！哎，哥，那咱们还真的回去冬眠当狗熊啊？啊，哼，就凭他们，行，我就给他来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走，走，走。来队长，肖经理，这么巧，好几天没见了，做什么大买卖去了？哎呀，啥大买卖呀，就混口饭吃。哎，你们李队长在吗？我们李队长忙着呢，我下班了。哦，哎呀，赖队长真是辛苦啊啊！不辛苦，我们队长这两天总念叨你呢。哎呀呀呀，你瞧瞧，我这两天总想到李队长呢。哎，赖队长。要不你进去帮我跟李队长说一下，晚上我安排请他喝顿酒。
好嘞，我现在我去通知队长去。好，嘿，谢谢啊，来队长。组长。李队长，这回兄弟我可是彻彻底底的跟你和太监大佐成朋友了，以后你可一定要多罩着我呀。兄弟，你看你说的，我一听赖毛说你来了，我马上把手头事全放下来，过来陪你喝酒了。我真的是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但是这个事确实是太监大佐他让我发这篇报道的，我本来琢磨着。这也算好事儿吗？能让你们北平百货所出出名，以后卖货也容易一点嘛，是吧？但是我哪知道你们总部那老头那么固执，居然跟你们北平分所决裂了。你说这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日本人犟着？这哪有好果子吃啊，是吧？是啊，李队长，不瞒你说啊，我赵应达以前做事情一向是力求完美的。我原本是这么想着，既和你跟太监大佐做成朋友，这样呢在北平做点买卖也有人罩着，是吧？而且还不违反我们天津百货售品所的规矩。哎呀，这样看来两全其美的事儿，对于我这种无权无钱无靠山的三无人员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呢。这都什么年头了，你还想两全其美啊？能在一边落着好就算不错了。你看看我，最近太天大佐让我放出眼线去良乡琉璃河界探听那儿的古墓，结果什么消息都没查到，我这前两天还在那跟他吹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还有胡大山这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他时不时还给我来个伏击，差点要了老子的命。来来来，李局长，你别怪兄弟我多这句嘴啊，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办的本来就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哎，兄弟，你帮我分析分析，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了。你想想看，你人在北平，还想把手伸到良乡城，又想去琉璃河找什么古墓，你自己琢磨琢磨啊。北平城到良乡城有多远？50多里啊！这良乡城到琉璃河还有30多里呢。你别说胡大山在琉璃河给闹点什么事儿，他就在良乡城给闹点什么事儿，等你从北平城赶到良乡城，这胡大山不早跑了吗？啊？是啊。那你的意思是，干脆你把别动队搬到良乡城来？我告诉你啊，你可真别小看良乡城这个地方，这可是块风水宝地啊。你想想，从良乡城到琉璃河30多里还不算远，往东往北到北平城这一路也挺好走的，往西对吧，这东南西北这一圈到哪儿都挺方便的。而且你离开北平城也避免了太监大佐天天盯着你，压得你片刻不得喘息啊。你到了良乡城有权有枪有人，那你在良乡城就是这个呀，你就是良乡城的老大了。行啊，可以啊，我明天就跟太田去请示一下。不对呀，那良乡不是还有中村吗？中村他可不好惹，你这他能让我去吗？你只要把这个利害关系跟太田大佐说清楚，只要太田大佐同意了，中村敢不同意？谁官大呀？那太田大佐官比中村大多了。再说了，他们都是日本人，都穿一条裤子呢，能有二话吗？行，就这么着啊！我让太田去把这个中村搞定，是吧？对呀、啊，来来呀、哎，谢了兄弟啊，你又帮了我一次啊！好话你说来。
刘红再来。哥，痛快呀、兄弟啊，你知道那天你给我送来我娘带给我那个鸡蛋，我在想什么？你肯定是想家了。哎，不是，我在想，我这拼死拼活的，我在拼什么？你说这些所谓的名利，到最后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可怜我，过得还不如你呢。对，也许我都不知道哪天，我就会死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啊？李旅长，你知足了，你比我强多了，真的。我，你心里面有苦，还说得出来。我这心里面真的，我有苦说不出来呀、我，哎，你别想那么多啊，把这些不开心的都放掉。哎，我们为了痛苦，对，为了痛苦。等我，阿妹。先生，你没事吧？啊，够干劲。汉奸，狗汉奸，呸！我不是汉奸，告诉你。老板，给点钱吧。狗汉奸，呸！走。哎，骂谁呢？骂谁呢你？经理，你怎么喝那么多呀？我骂谁呢你？谁是汉奸啊？怎么样？我说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好点没有？我去给你拿毛巾起来。来，撑一下。喝了这么多酒，肯定难受啊！我没有喝醉，我真的没有醉。依琳，现在全北平的人都在骂我是汉奸，骂我是日本人的走狗。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我赵云达不会做出对不起北平百货所的事情，不会做出对不起宋叔叔的事情，更不会做出违背中国人良心的事情。
相信我，你相信我。我相信你，允达，我相信你。我。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废物，一个没有用的废物。你刚到北平不久，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日本人抓走，被日本人折磨，我却无能为力，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太没用了，还让你跟着我一起被骂成了汉奸，我不是个男人，我太没用了。允达，你别说了，这些都不怪你，要怪就怪这个世道不太平。允达，你是我的爱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都心甘情愿。依琳，我一直在想带你离开这个动乱的地方，去到一个太平世界里面，过一种安安稳稳简简单单的生活。可是我为了我的事业不能离开这里，我必须我知道，允达，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自己一个人的错，是我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是我太没用了，我没能照顾好你，我没能保护好你，我没用，我真的。你是说那半个头盖骨的情报在胡大山手上？太君，我是这样推理的。上次小教场胡大山作为主力袭击的我，接头的叫花子肯定是他的人。罗化之和我接头的时候他也在良乡。你想现在整个良乡敢跟皇军作对的只有他们陈邦。而且我仔细想了一下，每次和头盖骨有关的事情都有胡大山的参与，所以那半个情报肯定在他手上。你说的很有道理，多谢太君过奖。那你却像蠢猪一样的把通缉他的画像贴得满城都是的。胡大山要像你一样蠢，他也知道躲起来。你的脑子被狗吃了吗？忠臣太君，要不我们集合所有兵力把胡大山连同他老窝一块端了吧。混蛋，胡大山的老窝在山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一个小小的宪兵队就这么些人，你交给我。报告，起来。吴参谋，你来的正好，
那个通知所有人收队，然后把所有悬赏的站点都给我撤了，去吧。那还有三个提供线索要领赏的人还要给钱吗？你告诉他们，谁要再敢谎报线索，杀他们全家。可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呢。你脑子被狗吃了，听不懂我说什么，快去。等等，把他们三个给我带进来。我倒是要看看中国人撒谎是什么样子。韵达，你醒了？啊，昨天晚上喝的实在是有点多，失态了。你说你喝那么多干嘛？伤身体。这都快中午了，我要到前厅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不用去了，跟前几天一样，没什么客人。叶琳，相信我，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一定能够挺过这一关的。走，我去看看。把头抬起来。你先说。吴大山今天来我家提亲，说明天来娶我。你答应了？我告诉他，我爹说了，城里没房，别想。你该答应他，那样你会幸福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说房子没问题。你说，今天晌午，胡大山突然闯入我家，非要买我家的房子。他买你的房子干什么？他说他要结婚。你卖给他了？没有，我不想卖给他。可他拿枪顶着我的脑袋，硬塞给我一块袁大头，还把我给踢出来了。太君，我真成袁大头了。太君，太君好。你来问。嗨。你也看见胡大山了？是的，就在刚才，那个土匪胡大山还叫我到他家里给他娶亲助兴呢。你干什么的呀？哟。您这都没看出来呀，我是戏班子的老板啊。改天要是有时间，我可以到。够了！你们是一家人吗？啊，不是一家人。滚！快快滚！出去，出去，出去！回来！太君，我们要不要？不要！滚！哼！狗汉奸！狗汉奸！卖国贼！卖国贼！周队，老王，刚刚不散了吗？韵达，别理他，我们开门做生意。好吧，哎，咱动手打扫打扫。依琳，没事，你进去休息吧。狗汉奸！云达，没事没事，来吧来吧，
没事啊。谁都没事。哎，谢谢啊！谢谢。哎，队长，谢谢啊！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慌慌张张的干什么？报丧啊你！哎，不是，老大，是报喜。胡大山真的在娶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你确定？我确定。这不，喜糖都发了。老大，要不要行动？不，我要抓活的。这个胡大山真不知死活。集合队伍，晚上行动。晚上？为什么呀？洞房啊！哎，洞房！哎，来来来来，吃一个。各位亲朋亲友，感谢你们光临了。大家吃好喝好。大伙儿早点回家歇息吧。好，谢谢啊，大哥。大哥，好，下次再来啊。我新娘子呢？新娘子，新娘子，新娘子，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说一次，只有活人才能说出情报，所以我要活口，即便是开枪，也不能打到致命处。明白了吗？明白。行动。大哥，忍着点儿啊！大爱，你轻点儿。哎，好，部长。
老大，死了四个兄弟，我从房间发现了一个暗门，通往后院，发现这个女人。我，不是，真的是你啊！啊！啊！你叫什么呀？你长得这么丑，应该叫的人是我。叫啊！带走，起来，走。小姐，小姐，慢点，慢点。对不起，忠臣太君，我实在是没想到啊！愚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你的中文老师早就过世了吗？啊，这叫兵不厌诈！这个胡大山实在是太坏了，一个土匪。竟然懂兵法！你先下去吧。哎，莫小姐。大佐阁下，我是中村。是中村少佐，有什么事吗？我手下的银妖洞的人又被胡大山袭击了，而且伤亡惨重，我请求大佐给我支援。胡大山这么嚣张？正是，所以这次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请大佐考虑我的建议。你让我想想。谢谢大佐。呀！这，嘿，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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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太君，没打扰您吧？有什么事儿啊？哎，有点事儿。有点事儿？啊，不是，挺大的事儿。什么事儿说？啊，那个。咱们那个把那个狼食行动不是都重点都搬到那个房梁县了吗？是啊，北平城现在的文物是越来越少了，房梁县的古墓古庙多，有价值的文物也多，所以你务必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好。太君，您真是高瞻远瞩啊，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啊？那个，你想，就你下达完这个任务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把这件事给办好。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不是老觉得我进展慢吗？那都是有原因的。你想，从北平到梁乡，开车的话也得一两个小时吧。我又在北平，我总不能天天往梁乡跑吧？再说了。那个胡大山他时不时老来个偷袭什么的，你说真要出点什么事儿，那我过去都晚了。您说对吗？那你想出什么好的方法了吗？主意倒是有一个，但是得需要您的支持。说。您看，如果可行的话，咱们可不可以把狼食行动的总部迁到梁乡去，然后您可不可以再给我安排一些士兵，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在那搞那些玩意儿。如果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在那待着，如果有事我再回来。哎，您觉得呢？你也是这么想啊？啊？太君，刀下留情啊！太君，那个主意是不是我？李三，
啊？没有吓到你吧？哎，没。你的这个主意很好，想法也不错。最近，古大山袭击了影耀东，中村少佐那边正好需要人支援。你下去着手准备一下，记住，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好，我一定会努力，一定会努力的，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是。哟，中村少佐，中村少佐吗？大佐阁下，我考虑好了，过几天我让狼氏行动队和宪兵分队各出一部分人去你那儿增援。这样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条件。请讲。李彤去良乡寻找古墓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干涉，反而要全力的保护他。嗨，好，那就这样。孙子，你看这布咱还进吗？还进什么进呢？这个月一匹都没卖出去，别进了。小年，哎呦，李队长，哎，您这是需要点什么？随便挑。哎呀，兄弟，你这声音有点惨淡呢 啊！改天我让兄弟们过来捧捧场啊。好，你看，没几个人就别忙活了，陪兄弟喝两杯怎么样？哎呀，这酒就别喝了，前两天那顿酒差点把我喝过去了，要不我请你喝茶吧？行，喝茶，走，哎，陆子，我出去了啊。他娘的，那太监太他妈阴险了，你都不知道我当时我吓得都快尿裤子了。嗨，不管怎么说，你也总算是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来，李队长，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哎，这杯应该是我敬你吧？你帮我出的主意，来，干。哎，我说你这生意那么惨，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可不是嘛，我现在真的就快疯了，就盼着生意赶快恢复过来，好早点熬过去。哎呀，只要现在太天千万别再给我压货，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太天也是，我感觉他有点狂躁症啊，你说非得推行他那个什么经济战的把戏，这下货也卖不出去了，可把你增产了。我一直就弄不明白，你说这太监为什么老盯着我呀？这日本人的想法我也搞不懂啊。哦，对了，前两天那个胡大山正好派人袭击了那个尹耀东，中村没办法，只好向太监求援，所以他才那么痛快地答应我过去。那偷袭成功了吗？也不算成功吧。反正那个尹耀东啊，着实是被玩了一把。再说那个中村也不是好惹的。啊，是啊。哟，那你这次去了良乡可得当心点啊。看来最近这个胡大山很是嚣张啊。可不是吗？我可得防着点。你们俩不是打过交道吗？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天天为了我自己这点事儿愁的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的，我哪还有心思去关心别的事儿啊？是啊。李队长，你这趟去了良乡以后，如果有机会，你也帮我引荐一下这个尹耀东搭个线呗。跟他搭线啊？干什么？哎呀，最近生意多不景气啊，我也得动动脑子，多想想别的赚钱的门路啊，是吧？
这个尹耀东他不是在良乡宪兵队吗？我这也是为我们良乡站拉拉生意嘛，是吧？啊，懂了懂了懂了，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啊！来来来来，走一个。韵达，李彤找你干什么去了？啊，没什么，就是喝了喝茶，聊聊天。怎么可能？他这种人能找你聊什么呀？哎呀，真的没什么，就是随便聊了聊。依琳，反正最近也没什么生意，你老坐在屋里多闷呢，让云莲陪你上街逛逛，散散心去。好，那你也陪我去。我去不了了，我得赶紧换身衣服去趟良乡站。你去那儿干什么呀？我想过去看看韩宝子他们那边有没有受我们这边的影响。那你给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想亲自过去看一下。行，那你带我一起去，反正你看现在也没什么客人。依琳，你就别过去了，良乡最近比北平要乱，你还是在家里待着吧。可是你放心吧，我只要一办完事情很快就回来。云莲，哎，好好照顾小姐啊。知道了。好，慢走。小姐，你穿这身衣服可真漂亮。是吗？换身衣服好心情，走出去逛逛。走。卖鸡了，卖鸡了，又肥又大的红公鸡，卖鸡了，又肥又大的大公鸡。咕咕咕咕咕，这鸡挺肥呀。啊，俺家自己养的，特别好。不错。太君，还没给钱呢。钱？要钱是吧？哎要钱是吧？太君，起来。举上！别怕啊！他如果挡不住，我让他把你的鸡呀鸭呀全都埋了。如果你敢动，我就以妨碍公务罪崩了你！哎，准备！小姐，走吧，咱们管不了。小姐，把枪放下！你干什么的？竟敢扫我的兴！哦，他是想换他。你们还是军人吗？她只是个弱女子。他妈的，敢侮辱皇军，我他妈崩了你！给方小姐道歉。给方小姐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王大人，帝国军人的脸全都丢尽了，马上回去写报告，回北海道打鱼。嘿嘿，
对不起，士兵管教不严，让你受惊吓了。依林，依林，依林，害群之马到处都有，有个别士兵素质低下，我回去一定会好好教训他们的。我还没见过素质高尚的人，起码我不是。今天站在那儿的要不是我，你还会打那两个畜生？你很诚实，这一点你还保留着原来留学时候的小野本色。但是，你穿上这身军装，也快跟他没什么区别。依林，给我一个机会，给你道歉，为我的士兵向你道歉。有必要吗？有，跟我谈一谈，好吗？我们有什么好谈的？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跟我去坐一下，跟我去吧。我正好还有一些北平分所的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太田对北平分所的所作所为，我也不太赞同，但是我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你的安全，让你不要受到伤害。小野，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可是你们日本人的那种行为，我真的是无法忍受。武力上就杀人放火，伤害百姓。闻的就来欺负我们这些爱国的商人，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生产的产品都不可以，连这点权利都要剥夺，你还让我说什么呢？我真的十分抱歉。北平分所的经营情况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太田大佐明天会带几个日本商会的人去抽查你们出售日货的情况，如果经营的情况不太好的话，我想他会看到的。我也会劝他，让他不要再给你们压力。太田要来检查我们？他一个宪兵队的，凭什么来检查我们的经营？真的十分抱歉。柱子，把电话给我。喂，韩宝子吗？啊，是我，方小姐，怎么了？啊，韵达到了你们那儿没有？没有啊，他要过来吗？啊，对啊，他临时决定过去的。你要是看见他，让他赶紧回个电话。好，好，好，您放心，我知道了。天冷了，多注意身体。你们先让啊。好嘞，行，谢五哥。站住！谁？赵韵达。咦，赵经理啊，你来我们产帮有什么事？我找你们老大有点事情。找我们老大？嗯。走吧，带你过去。好。男子，给我站住！哥，你要是真不让我去，我就跟你断绝兄妹关系。断什么断？你永远都是我妹。你就让我去吧，没准我还能找着一些有关于你那个头盖骨的消息呢。哎呀，你一个女孩子，你就不能留在家里学学绣花、学学炒菜啊、织布啊？管那个什么头盖骨干什么呢？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那个赵云堂？你管我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哥，产帮上上下下，哪件事我没有做利落？不就是个花没绣好吗？老拿这个来说事儿，真是的。再说了，我现在的头号任务就是要把李彤揪出来，给他毙了，给咱爹报仇。哪像你啊，天天弄一个什么破玩意儿头盖骨，这大伙打打杀杀的，弟兄们都不高兴了。谁不高兴了？再说了，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那头盖骨是我爹给挖出来的，我当然要把他找回来了。胡大山，你就是个土匪！你是土匪妹！你就是个倔驴！你是倔驴妹！哼！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给拍死？哎呀，兰子，赵大哥，兰子，你怎么来了？啊，我来找你大哥有点事情。哦，哎，那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哎，兰子，别麻烦了，我跟胡兄说句话就走。哎，赵大哥，你们北平百货所的事儿，我跟我哥都听说了，你千万别客气，我们俩都说好了，准备过两天就给你送钱去呢，对吧？对啊。嗨，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们误会了，我不是来找你们借钱的。啊？啊？你不是来借钱的，大老远跑山路过来，干嘛？听说你去偷袭了尹耀东。是啊，有问题吗？你为什么要偷袭他？这是产帮的秘密，不能告诉你。那好，我想向胡兄提一个冒昧的请求。瞧吧，你能不能暂时放过尹耀东？啊？放过他？为什么？就是暂时先别杀他。为什么呀，赵大哥？他可是杀了我们好多弟兄呢，我恨不得亲手把他给剁了。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我暂时还不方便告诉你们，但是我请你们相信我，我有我的道理。我相信你？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啊，赵云达，我告诉你，我从来都不相信你。我还没想到你竟然会卖日货。上次我把你的日货给烧了，算是烧对了。按照我的脾气，你今天来了，要不我就把你给关了，要不我一脚把你踢出去。好了，哥，少说两句不行吗？赵大哥，我哥不是不讲理的人，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跟我哥说就好了。但是什么原因真的不能说吗？兰子，真的抱歉，我不能说。行，来人。行。干嘛？走！给我两根金条。啊！快！是。胡兄，你误会了，我说过我不是来借钱的。尹耀东的事情跟你也没有关系，别说你说不出个理由，就算你说出个理由，我也没有必要要答应你啊。大哥，金条。赵云达，你听着，你不是救过我们的命吗？我们欠你的人情，现在要还你。从今以后一刀两断，以后你不要来找我。好，我告诉你们，殷耀东手上有半个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情报。啊？你哪听来的？最近我也是被日本人逼得没有办法，总往宪兵队跑，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如果你把殷耀东杀了，那这半个情报很可能会落到日本人手上，到时候我们再想弄到这个情报就难了。有道理啊。哎，怎么觉得你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为什么？哪有做生意的老实说那个头盖骨什么的？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头盖骨是我们中国的。没想到你这种人也能说出这种话。这句话我爱听。行，我答应你。好，那就多谢胡兄了。不客气。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哎，赵大哥，都这么晚了，外边又黑，而且又那么冷，
要不你在这儿住一晚上吧，明天我送你下山。不行，兰子，我还有点急事要赶回去。哥。啊。啊。张云达，现在天都那么黑了，路又那么远。哎，现在赶回去你也做不了什么了。给个面子我妹妹，今天晚上留下来吧。好。恭敬不如从命。张大哥，走，我带你去你房间，你知道在哪。赵大哥，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好，兰子，谢谢你。别客气，我不管你这一次来是什么原因，可是我知道你一定很急用钱。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钱，跟我哥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拿着吧。兰子，不用了，不用了，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啊。一样，你别跟我客气了，拿着。那好，那我就收着了，算我借你的。行，那你早点睡，我就住在你隔壁，晚上有什么事儿你就喊我。好，早点休息吧。哎，我走了。好。别弄，干嘛呀？什么事儿？这种事我想什么事儿啊？哎呀，别闹，等会儿，等会儿啊！哎，你说这个胡大山还不简单啊？闹了北平，闹良乡。是啊，那我去良乡不就更危险了？你比他更厉害。其实有一个人比我们俩都厉害。谁啊？北平百货所的赵运达。一个赵运达的百货所，他担任着给军统前线秘密运输军用物资的重大任务。他的身份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这个李总。明白。可惜了，现在被那个太田抓得死死的，混得挺惨的。胡大山的事你跟他说了？说了。他什么反应？跟你的反应差不多啊。怎么了？没事。哎，太田有没有说让你什么时候过去啊？没呢，去良乡不得一两天呢，那么多人总得计划一下。睡觉啊！我先走了啊！哎，都几点？都几点了，你还走啊？我银行还有事儿，我必须得先走。哎，怎么又这样啊？哎，来了，你的。叶青，怎么了？啊，没事儿。云达不在家吗？他下午急匆匆的出去，到现在还没联系上呢。是吗？这么晚了，他去哪儿了？他说去良乡站看看。哇，我都快急死了。没事儿，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别着急啊。哎，对了，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儿吗？哦，我没什么事儿，我路过，顺便过来看看你。那这个送给你。真的是谢谢你，总是让你惦记着我。看你说的什么话，我们也是好朋友嘛。哎，来，我们进屋说吧。哦，不了，我明天一大早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你保重身体。好，路上注意安全。
开我的车，现在去良乡找到老三，想办法让胡大山见我。北平不行就在良乡，告诉他我明天必须见到胡大山本人。是。张大哥，你也别怪我哥，他就是这么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但是我相信你不是诚心去卖人货的。丸子，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报纸上登的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放的烟幕弹，这完全就是他们一个阴谋。我就说了吧，你肯定是有你说不出来的苦衷的。那怎么办啊？该怎么脱身呢？这需要很多钱吗？赵大哥，你要是有困难你尽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兰子，这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有这份心意。你放心，如果以后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嗯，那好吧。差不多了，你回去吧，我走了。我没事儿，我送送你。已经送得够远了，再走就进良乡城了。哦，回去吧。啊，那赵大哥你保重。别跑了吗？嗯，跑了，练功去了。哦，嗯，大哥不错。二哥，我们走。兰子，过来。我还以为你跟那个赵云达跑去北平去了。哥，我这就属于出于礼貌去送送人家赵大哥，别瞎想。我没有瞎想，我昨天看你看着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啊。哎，哥在跟你开玩笑呢，你来真的。哦，对了，你赶紧告诉那个懒猪老三，让他起来。大哥，出事了。怎么了？三哥刚才让人带话，说昨天晚上在赌场输了钱，让你去赎他，否则就砍他一只手。他奶奶的，又去赌！我不管了，告诉他，只要他有命回来的话，我把他另外一只手也给砍了。哎呀，好了。别生气了，哥，先把三哥赎回来再说吧，免得外人看咱们笑话。吴哥，赶紧先去账房拿两根金条。好，别管他，拿两根金条换他一只手，我心疼。好了，哥，不生气了。哎呀，经理，您可算回来了。大小姐，昨儿一晚上都没睡好，隔几个小时就往这儿打一次电话。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哎，您说这一晚上您连个消息都没有，能不让人家着急吗？好，怎么样，最近这边生意怎么样？哎，也受些影响，但是我看比城里还好些。好，你忙吧，我去打个电话。走。给我接一下北平百货售品所。依琳，是我。天哪，我都快急死了。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太田说他这两天要来检查咱们出售日货的情况。什么时候？说是就这一两天。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刚刚在路上碰到小野，他说的。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快赶回去的。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回去再说吧。啊，小姐。所以我觉得叶青他不只是一个银行经理这么简单。他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还没查清楚，也不方便查。如果他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先别招惹他。你是不是也在怀疑赵云达呀？我很清楚，赵云达正在追查头盖骨的事情，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想让我知道，而对我有所隐瞒。如果他跟叶青是一伙，那除了军统，就是日本特工。依林，啊，如果最后确认赵允达是日本特工，你想好怎么办了吗？我是说，如果。但或许他是我们的人呢，不是没这个可能啊。这样，安全的情况下查查他。好的。老大，过来一下。哎，经理。这两天北平百货分所那边有一个紧急情况，所以需要你想办法配合一下。你说，太田这两天要去北平百货分所检查销售日货的情况。你也知道，咱们根本就没有卖日货，所以必须要想个办法遮掩过去。那想什么办法能够遮掩过去啊？咱们就给他来个偷梁换柱，真戏假做。偷梁换柱，太田给我们的日货的包装或者标签来包装我们自己的货，外观上看这是日货，可实际上包的是咱们的国货，以此瞒过太田，这样呢我们依然坚守住了不出售日货的底线。这个办法好，那真戏假做呢？你赶紧在良乡这边帮我找一些人假扮成顾客，在太田进北平百货所检查的时候进店买货，只买日货，让太田看到我们确确实实是在销售日货。哎呀，我就怕这些人看见日本人紧张露馅怎么办，所以这个就需要你赶紧找到合适的人，抓紧时间训练他们。行，没问题。记住，我要的效果是大多数假扮成顾客的人进店都不买日货，个别的人才买一点点日货，让太田看到日货的销售不是没有，而是很少，避免他再压货给我们。哎，这出戏真的不好演啊！不过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好，赶快去准备吧。好嘞。哎呀，喝口水。嗯，哎呀，真香！哎呀，再来一口。哎，五爷楼上请。哎呦，大哥，你可来了！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的。胡爷，久仰大名。我喜欢干净利索，连滚带立。到底多少？我是北平做银行的，钱呢是他从银行借的。当时，哎，说重点，到底多少？利滚利，10万。哈哈哈哈！你怎么不去抢啊？当然，还不起的话也没关系。不过，我要你兄弟的一只左手，因为他当时是用左手借的支票。我出5万。
剁了他的右手，因为他进厂帮的时候就是用右手起的誓。哎，大哥，别呀，大哥，我真的再也不赌了，我发誓，大哥，你给我闭嘴！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干嘛的，但今天我兄弟好赌落在你的手上，我做大哥的认头没了。你说，到底你心里边想要的是什么？胡老大果然是气概不凡，佩服。好，我实话实说，我想要买你手里关于头盖骨的半个情报。你在哪儿听来的？我怎么会有这玩意儿？胡爷，注意，我说的是买，请您三思。你也注意，这玩意儿我没有，10万我更没有，大不了把他给杀了。啊，北平城，我们产帮不怕再多一个敌人。你兰子，走。大哥，我给你多烧点纸啊。大哥，我不要纸钱，你不能不管我呀，大哥。等等。